我们来这里要拍妹妹的一寸照片。要多少钱？100吗？你先坐上去。来，猫咪来去坐好。哎、啊，要看哪里？要看到太低了、啊。那我们先调一下位置。先调个。给我，这给我，这个给我。快点坐啊！好，你相不相信？调到最高。多少钱？一般的就好了。我跟一般。您所选择的是美颜效果。您所选择的是，请按左键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哪一种？一寸四张加两寸三张。您所选择的是，您所选择的是两寸，这是您要的拍摄款式。投满荧幕所显示的金额就可以开始拍照喽。150哈。如果想重新选择，妈妈等一下，我和妹妹这样就好。好啊，等会蹲在下面。我会蹲在下面，姐姐150。我会蹲在下面，没关系。嘿，你就被我踩。等一下看镜头。150，我要看镜头。然后嘞？哎，等下，他在倒数，他在倒数，看下一个镜头。5、4、3、2、1。拍摄身份证及证件照时，请注意下列事项。下列好了吗？请微笑，但请不要露出牙齿。等一下还没。我看一下。4、3，来妈妈。不是吧？你看。适当的高度。准备好后按红色确认键，就要开始拍照。太低了。他说快点，还没吧？还没吧？来，来转，开始转。什么？姐姐，你先让妹妹先来，妹妹先下来，还没要先转好，转好，她就会帮你弄了。最高了吗？来，先坐坐看，坐坐看，会不会太高？快，已经到最高了。来，头抬起来，头抬起来。我好像不行了，来，再来，再调高，再调高一点。妹妹下来，先下来。它掉下来哈，来妹妹下去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脸抬高，脸抬高，坐前面，脸抬高，坐前面一点。哇，这好像不行。拍照，请看镜头。还没呢，那我们先取消好了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取消？去。哇，已经拍了。对。请选择你最满意的照片，也可选择重拍。重拍。妹妹，你要看镜头，要看那里，知道吗？好。重拍。好了。请调整好适当的高度，准备好后按红色确定键就开始拍照。请看镜头，请看前方。3、2。它的音效也太多了吧？好了吗？我看一下。请选择最满意。妹妹，你要看上面，你没有看到。哇！你要看上面这一张啊！人家都看上面了，你还来？我又掉下来了。那我们再重拍呀！不要拍了，笑笑的好不好？我快掉下来了。不会，来。重拍怎么弄？来，姐姐弄。你来，你自己来。妹妹，你笑笑的，笑笑的，关起来，然后呢，就站直，坐直，好。请调整好适当的高度，准备好后按红色开始拍照，请看镜头，请保持不动。3，微笑。2，1。音效太多了吧？呢？有像吗？有，等它下来。请选择您最满意的照片。3张。按红色确认键。好，就这张了。好，我看一下。就只有这张没。
前面你可以再，它不能重拍了，不能再重拍了，小姐，只能三次了对，好，我把它再弄一张吧，这样就最棒了。上下绿线，绿线拉到头顶，往上下下下。哦，这是玩游戏是不是？到头顶哦，到头顶。哎、欸，喂喂，小姐小姐，好像只能到头顶了，这样子的哈，是不是？好，只能到这样。不能下去了吗？哇，因为太矮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确定吧。确定。请使用上下键。哇，拉到下巴下。等一下，妈妈，我要玩。啊拉到下巴再下去一点，下巴下巴再下去一点，要再下去一点，好。你不要再，妈妈是你起的。来，你可以卸下来了。你又没下来了。提供你十秒钟的照片。电影中，请稍后。好，再拿一下哈。下来，没关系，你直接跳下来不就好了？嗯嗯，但我这椅子上面有点。打开手，准备练硬石。哇！睡眠。要连上 WiFi。睡眠办法了哈 ，QR code 在哪里？快，直接快点，你不要连选色。热死了！QR code 在哪里？先点选设定，然后开启。好，再加。哦，好，我看一下，来，怎样 ？Android 的系统。等一下，还无法使用，我看一下。为什么不能使用？是不是坏掉？我这没有讯号，我只把它调，让它没办法使用。跳黄跳黄，如果九，没有十，点选连结就可以下载，为什么不行？它是传送对象，雾雾的，你太近了。到底怎么弄啊？我看看。对呀、啊，我用赖他就没办法加。请人来处理。赖。好了，这段太无聊了。